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27日播出大结局，都俊敏与千颂伊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在3年后找到对方，回到地球与心爱的人重逢。而戏才刚刚下档，工作人员就破文表示，不知道该不该说，剧本上都俊敏说完我回来之后还有点故事哦。意外爆料，真正结局其实被偷偷剪掉。消息曝光后，不少粉丝开始猜测真正的结局为何。有人认为应该是都俊敏与千颂伊结婚生子，也有人揣测这是导演为拍摄续集或是电影版的伏笔。但据悉，这段被剪的真正结局将会收录进之后发售的导演版 DVD 中，届时势必又会掀起一波抢购风潮。